大家的共识哈，就将民进党团所有的成员哈，要捐出一日所得哈，啊，呼吁为土耳其的这一次的赈灾哈，啊，抛砖引玉，啊，来捐给我们土耳其的这些难民哈，啊，民进党团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啊哈，啊，希望我们呼吁啊，台湾的社会能够为土耳其做一些事了哈，也为台湾的在国际上能够啊做一些事哈。那希望以这一次以抛砖引玉的方式，我大家拢知影讲，咱台湾的力量，就像日本大地震诶水灾的时阵，大地震同款哈啊，会当捐出足侪爱心哈，小爱心。能够达成一个最大的爱心，那也希望啊，台湾各界能够大家一起来响应。